丰田最小的 MPV 车型你见过吗？今天我们来看2023款丰田 Sienta。 Sienta 实际上是丰田旗下的一款紧凑型 MPV， 号称小型的丰田塞纳。作为第三代的改款车型，整车也是采用了丰田全新的家族式设计风格，比上一代还漂亮。你看这前脸造型是不是非常可爱？这种小车最大的亮点就是实用性非常强。七座的车型采用了2+2+3的座椅布局，当然还有五座版本。别看它的造型比较小，但是当你坐进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空间上还是很充足的，连刚才那种自行车不用折叠都可以放进去。尾部提供可晾晒衣服的架，看到这你有没有想到，假如有一天你开上它带上家人自驾游，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。动力上提供了 1.5 升混动和 1.5 升自然吸气两种动力，拥有着100多匹的马力，还配有四驱，百公里油耗在5个以下，家用日常代步还是完全够用的。后排座椅可以全部放倒，平铺就是一张双人大床。内饰做工简洁大气，多功能方向盘、360度倒车椅，像定速巡航座椅的通风加热都是标配，就连侧开门都是电动的。这种小型车实际上还是比较适合小姐姐开的，关键外观造型很可爱。咱们下期再见。